这边写短，然后十，这边写开。是，急，轻，轻飘飘的，轻飘飘的，轻飘飘的，长长，继续轻飘飘的啊，因为它写过，一二三，轻飘飘的，轻飘飘的，信。哎，信他也写过哈，他写的那样撇轻飘飘，这竖画也轻飘飘，这个点扭来扭去，就写的不太长的长横。其实楷书画确实比较多，十啊，通常两个笔画又一样，那当然这个粗粗细细不能有一样啊，这没有办法。书法家的宿命就是写的不一样，十写个捺好了，可哎可有写过轻的，写实克复，是可复，气啊，气好多口啊，这种最难写。为什么最难写？因为你要把它写的不一样，写的不一样又不能让人家觉得说哦，你作怪很多。你让它看起来不一样，然后又有点一样。写轻的，写小的，写点的，难。